6月24日，上海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邬金雷在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系列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海对重点食品及环境等进行采样，目前8659件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均为阴性，对排查到的来自或途经高中风险地区的人员核酸检测结果全部阴性。我们累计对16个区489家涉及生鲜的重点场所，对它的重点食品和环境的进行采样，一共采集样品是8659件。经过我们4区疾控预防控制中心的检测，所有的这些样品的检测结果都是阴性。邬金雷表示，自6月23日起，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将进一步优化区域布局，扩大核酸检测采样点，完善服务流程。全上海核酸检测采样点由原来的33家增至83家。那我们要求各个核酸检测采样点呢，除了工作日开放以外，周末至少开放一天，方便单位或者个人自愿自费医院检测的采样工作。据了解，截至6月23日14时，上海联防联控机制有关单位共排查到来自或途经高风险地区共195人，均已落实隔离观察。截至目前，对排查到的来自或途经中高风险地区的人员核酸检测结果全部阴性。端午小长假将至，上海主副食品供应情况如何？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朱乙说，上海市商务委会同各相关企业和各区着力强化产销对接，加大货源组织，全力保障节日期间蔬菜、猪肉等主副食品市场供应。超市卖场呢，组织了这个肉禽蛋、蔬菜、水果，还有这个粮油等主要消费品种供应量，比平时啊增加了30%以上。还有我们的盒马鲜生和叮咚啊，这些新零售的企业呢，也加大了对牛羊肉啊、水产、绿叶菜等市民节日期间需求量比较大的商品的这个组织的力度。备货量呢也比平时要增加20%左右。